妹妹，你来啦！就真喜欢这个小圈儿，那进去了。看看这样，大宝啊，你都进来了吗？哎，怎么都进来就出来了？是不是？你妈妈也来过来看，又进去了。进个头就进去了，妹妹你从这边进，大宝可爱的，大宝啊，这小玩具好玩不好玩？嗯，我们又没长大呢，是不是？大宝像个小娃娃一样，是不是啊？你像不像小娃娃？大宝现在跟蓝妹可好了，老在一起，有时候还在一起玩。那大王子，大王子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可以上蹦下跳，然后脚也不怎么瘸了，稍微有一点点儿，再恢复恢复就好了。大王子，这以后得一定要多小心了，多小心看着他。看胖虎，他俩要是同时在这屋的话，只能这样，要不胖虎在笼子里，要不就大王子在笼子里。不过胖虎他挺喜欢在笼子里的，他白天反正也是睡觉，这里面还凉快。胖虎啊，是不是啊？那谁让你老打人了？只能分开了。哎，我没说让你出来，没说让你出来。他也不想在里面待了。那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。把大王子放那屋去，然后你再出来，好不好？那你说咋办啊？这一天我也不愿意这样呀。那从小到大一直也没关过。等一会儿大王子晒晒太阳，啊，然后去我那屋，然后给你再放出来。我说可不愿意，想给他们送走一个，哪个也不舍得，一直在矛盾忧郁中。大宝，上来晒太阳吧。哎呦，这一下就跳真高。姐姐来啦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主要是以小的为主，谁小保护谁。好了，再晒一会儿，晒一会儿去那屋，让你爸爸出来吧，看你爸爸不高兴的。大狮子。